全国的投资们大家好，我是轮研投顾首席分析师严明严老师。那很高兴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跟大家再度的见面啊。那当然今天的加权的一个行情啊，已经创了一个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啊，但是这个地方啊，它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也许你听到严老师啊，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讲说哦，今天的加权指数创新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你也许会觉得很惊讶了啊，但是未来你会慢慢验证严老师起码被跟你说的这句话。十二月份行情啊，它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是属于一个类股轮动跟所谓的个股的一个表现哈。那当然有人有机会在十二月份操作里面，它能够发财，它能够赚大钱。但是最重要的，你现在要去买的股票，绝对是未来会大涨的，而且现在要在所谓的低档区的，不是说去追高的股票。我相信严老师之前送给你的资料，好，一一的，好，都跟各位验证了哈。我相信十二月份的话，严老师只送给各位一份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份资料来图卡的部分哈，这份资料里面只有两档股票，好，只有两档股票。你说命中率100%吗？那你就自己看一下。但是严老师送给各位的这两档股票，我相信是出自于啊，好一份啊非常非常怎样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12月2号。啊，礼拜一的时候，我请大家直接加赖，好，加赖就点击去做出索取啊。十二月份有哪些股票你可以赚得到钱？好，那严老师锁定的股票都是最强最标的，好，海底捞的一个标股，第一档股票当然了哈。那景德之前低档区带你去买的，严老师再送你一次，也就是说一档股票操作啊，有时候啊，你在低档去买了哈，你想把那个战果扩大。好，你想把它战果扩大哈，有时候就要利用拉回的时候去找买点。我相信这份资料送给你的同时，这个股价就在低档区啊，它已经拉回修正了哈。第一次送给你的时候，我相信是在低档区啦。那第二次送给你的是在拉回啊，近期以来股价，今天的股价，我相信来到一个波段的新高，来到所谓涨停板的位阶。我相信你从所谓的 line 的里面的一个讯息都看得到。啊，都看到，甚至说你是严老师的会员，我相信你手中应该不止只有一笔单，好，不止只有一笔单，我相信今年的过年啊，你会过得非常快乐。至于说你拿到这份资料，你有动作的，景德第二，它就是景德，好，我相信你都拿到，只要敢动作的啦哈，那到目前为止应该怎么样都大赚哈。我现在基本面消息，严老师给你写的非常清楚哈，有三项利多消息，有三个题材加持这档股票，所以说在当时。股价在拉回修正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低位阶的一个量缩，这个地方要赶快做出个上车的动作。所以说我在12月2号礼拜一的同时啊，我请大家直接加赖，好，直接来做出个索取，这是第一档股票啊。当然今天赖的部分我也有发讯息给你哈。那如果说你想要操作下一档的景德，好，今天一样可以把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好，可以留下各位的一个电话联络的一个方式，那我会请我们的助理啊，直接拨打电话给你啊。那第二档股票我相信公布很久了哈。它叫2327的国巨哈，国巨未来还会不会涨？老师，它有没有机会到400块？它还是说有机会到500块？我相信你不用猜，你只要跟上我们的脚步，包含国巨在内，包含景德在内，我相信严老师啊都有机会啊帮你赚得到钱哈。那回到我们资卡的部分哈，那严老师送股票都是送你最好的啊，送你最标的啊，但是你要积极的来做出个索取啊。我相信当时加赖的人啊，点击进去的话，超过了700通。好，这700个投资人，我相信这两档股票一定看得到，啊，但是你有做到了，老师给你恭喜，好，恭喜，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所谓的3008大力光，好，今天的大力光啊，股价的一个收盘啊，来到创破端的一个新高，代表光学镜头的部分，包含大力光，包含今天3227的原像，好，327的原像，来打一下好不好？来，代号3227的原像哈，大力光跟原像都是属于一个光学镜头的哈。今天的原像也在创破断新高，好，距离涨停板只有差一档。大力光动了，原像开始动了，代表光学镜头里面的阳明光、金国光这些所谓的做光学镜头的，要在低档区你要注意的哈。就像之前严老师啊在字卡里面提醒你，好，这字卡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季对不对？我请各位注意的股票，第一个叫做被动元件，好，那看到被动元件果然是大涨嘛，好。上个礼拜的话，矽晶圆开始动了，对吧？今天的话，原像是属于触控的，好，触控的也开始涨。今天低润的族群里面，我相信有三档股票，包含华邦电、南亚科，还有什么3260的微钢。好，我们来看一下微钢。微钢的股价的话，我相信之前的股价一直在压抑，但是今天的微钢啊，
它在尾盘的时候啊，来开始做出个拉抬了哈。今天的卫钢收盘价已经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但是周线的部分刚刚开始进行所谓的黄金的一个交叉，好，也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涨很多嘛，但是周线的部分目前为止刚刚才突破，好，所以说这些股票严老师都帮各位注意到。至于说你想要做那种小型股的，那你看到了哈，注意到8182的这张股票叫加高，好，加高在今天的股价一样，好，一星二阳里面的股价量缩整理还是一样创新高，标标准准的小量过大量，标标准准的多头的一个走势，好，在加高的部分请你注意啊，6531的爱普。这样不要讲很久了哈，那有人认为它不会再涨了，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股价还是创高，对不对？好，那已经涨到分盘交易了啊，那这个时候不用去追了，有时候股价的话还是要等拉回的修正的时候再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哈。那当然了哈，被动元件的部分，你不管是操作国巨也好，华新科也好，啊，这个和生堂也好啊，在股价拉回的时候，你都可以稍微的去做出一个留意的动作哈。那至于说 MOSFET 的部分，昨天跟大家讲到所谓337的尼克森了哈，尼克森礼拜五大涨，但是今天的尼克森没有涨，这个现形代表什么？如果说礼拜二、礼拜三再出现一根长红 K 棒哦，这就非常标准的叫什么？叫做一星二阳。一星二阳的股价的话，代表怎么样？空方转多方的一个讯号，它是成立的哈。但是我现在希望投资人你要做一个动作哈，也就是说，你看到我们字卡的部分啊，我相信行情的规划我都帮各位规划好了啊。那字卡的部分请注意一下哈，我们的字卡告诉你什么？你第四季要注意什么？什么样的股票？现在完全验证了哈。那至于说下一档的标股，我今天特别开放10个名额啊，就只有开放10个名额哈。这10个名额的话啊，我还是请各位立即的、马上的。你要用你的手机啊，哦，开始扫描我们的 QR code 了，开始来加入严老师的好朋友，因为12月份的行情啊，它会让各位怎么样反败为胜。12月份行情里面啊，你真的买对股票的，选对股票的，我相信这个月里面操作啊，你可以事半功倍。所以说你不要去认为说，老师现在12月份距离随着选举很近，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未来会大涨的股票现在都在低档区。尹老师两只眼睛看下去，很多的股票未来哈，它的涨幅啊都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说尹老师看法跟各位看法可能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哈。你现在赶快加入到所谓的 LINE 的部分，扫描 QR code 加 LINE， 好，因为明天的话有一档股票，啊，我们不会去追价，我们要逢低的来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哈。所以说还没有加 LINE， 赶快加3152的景德，好吧？今天的景德来到涨停板创新高，好，那严老师明天要布局的股票会不会比景德要更飙？我认为会，好，但是严老师今天诚挚的邀请你来操作，谁是景德未来的接班人？景德三一国的景德，谁是景德未来的一个接班人？我明天早上我会在早上9:30以前我会用电话拨出去，好，但是我们今天李州 TV 的一个投资人啊，严老师今天开放10个名额啊，开放10个名额，我希望大家怎么样共同来参与啊。字卡的第一张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之前送给各位的景德也好，送给各位的国巨也好，我相信在近期的股价里面啊都是非常强的哈，但是拉回还是可以注意一下哈。那如果说这两只你有走到的啊，老师给你恭喜，哪是说你没走到的哈，景德的接班人明天严老师要上车了啊，所以说你对景德的接班人有兴趣的哈，现在赶快利用点时间，只要做出一个动作，叫做扫描 QR code 加 LINE， 扫描 QR code 加 LINE， 前面10位的，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点，在发动点的同时啊，我们会立即的啊来做出一个所谓的买进的一个讯号，立即的来做出一个通知你哈。那咨询的一个专线哈，那当然很多人股票现在可能有些套牢的，那有些人要做出一个持股的转换，100万的一个资金，我们就帮各位锁定两档股票，那以各位的股票来换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要操作的股票。所以说你们手中股票有任何问题的哈，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咨询的一个热线哈。那外线式的话要加02-23219933，02-23219933，好，非常欢迎各位直接拨打电话进来哈。记得明天要进场来布局我们景德的接班人的话，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你是拨打咨询的专线，还是扫描我们的 QR code 的部分的话，我都非常欢迎各位哈。那今天严老师诚挚的啊，欢迎各位立即的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直接扫描 QR code， 直接加 LINE。明天景德的接班人，我们会在明天早上9:30以前用电话直接通知啊。有兴趣的投资人，好，赶快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